嘉文，请你不要妨碍国殇发挥，人嘉文卖力的宣传产品，真是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吧。金科面条每天一碗，经常养胃养胃。高原黄瓜顶呱呱，吃了我的瓜，忘了你的糖。高原雪菊茶，天天喝天天瘦。 Oh my god， 买单买单。国殇一嘴的青岛小海鲜味，这方言真是太上头了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任侠论，咱一块看巴啥，绝对幸福美满生活到你家。没问题，这个没问题，没事没事，我可能干，这东西没问题。咖啡标饼奔飞火，爆饼顶菜杯边泡。天天看他俩输人，我真受不了。我每天心里想的什么我都知道。我媳妇这样，我这样，来媳妇坐。任国殇选秀时的自我介绍，粉丝直呼我这是本了个什么玩意。任由飞翔心灵国度，我的超凡力量，请记住我任国殇。任国殇21岁，有着俊朗外形、完美的声线以及自创的接吻，三者浑然一体。哟哟 ，Come on。任国殇，嘉文终究压不住国殇了，模仿这一块属实是拿捏了。大家今天来收看不说再见，收拾长虹，收拾长虹，你们民族我不是Come on, come on, 等等，好，那一块冻蛋多汤，好，那一块冻蛋多汤。我还是想我妈妈，我要找妈妈。不得不佩服国殇的喜剧语言天赋，英语说的不错，下次别说了。其实去外国你也有很多方式可以交流，我都是我自己的英语解释。My car, be, not be. I want to open my door now. I can't open my door. I want this car, be, door open.我就可以留在我在哪里都没关系。境外就有多搞笑，我放了又不喊个一二三，你先放，脑子听到了，手机听到了。